取下 AROILIZER 的盖子，牢牢抓住 AROILIZER 的底部，旋转咬嘴的箭头打开它，将胶囊插进 AROILIZER 的底部，旋转吸入器的咬嘴来关闭，咬住 AUTOHALOE 呀，缓慢地深呼吸，释放药物时您会听到咔嗒声，继续完成这个深呼吸，同时按下这两个按钮，您会听到咔嗒声，这样做可以在胶囊上穿孔，当您吸气时，吸入器轻松地释放药物。保持头部垂直，水平握住吸入器的吸嘴，按键一应该在吸嘴的左侧和右侧。呼气时远离吸入器，咬住吸嘴，快速地深呼吸，这样做时可以听到胶囊震动。屏住呼吸10秒，通过嘴或鼻子慢慢呼气。用咬嘴再呼吸一次，这可以让您吸入完整药物。打开吸入器的咬嘴，取出使用过的胶囊，并把它扔掉，不要将胶囊留在吸入器中。关闭咬嘴，盖上盖子。